小胖子们早安呢，这边是5分钟养老的狐狸小贝虎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和 Nintendo Prime 一起推出的植物仙丹斯特朗派的 mod 介绍、武器介绍和 mod 配置分享。我知道什么东西，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那它的取得方法的话，可以在一部分的循环遗物中取得它的布件和蓝图，可以在画面中看到，就这一堆遗物非常非常多。然后基础数值方面的话，基础伤害是648，有48克，这看起来很多，那个是成了弹丸数量之后的。那它的弹丸数量也就是多重设计的话，基础是12。那触发几率的话是 6.7% 每个弹丸，暴击几率是 24%， 暴击伤害是 2.2 倍。特点方面的话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仙丹武器，那非常朴实无华，可是用起来还蛮好用的。再来是消费的 mod 配置以及使用展示啊，欢迎各位 boss 们暂停参考。以上就是使用上面的展示啦，那伤害表现的话，我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。就一把比较设计上比较传统的武器来说的话，伤害表现有四颗星也算是还蛮不错的。那推荐指数的话也是四颗星，不过要注意的是它的轻怪啊那些能力，比起那些爆炸武器之类的来说的话是比较差一点的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次的斯特朗的武器介绍以及 mod 配置分享啦。那如果是评论的话，有没有什么喜欢，也欢迎各位观众们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把武器的看法。那同时呢，也不要忘记分享给身边朋友咯。那如果还不想错过下来带来的更多新内容、新影片、新资讯的话，也记得点击下方的小小小的留言区的话下方链接，里面会有更准确的新影片的看法。同时，如果小小不想关注小米 IG 和推特的话，下方有链接。那我们就下对，不就不关注，不要忘记点赞、三连、加关注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